Hello，大家好，看看今天又没有小灯泡，说明姐姐又有正事儿要办。我要来香街取我的手机，我的新手机。哎，我订的真的好幸运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订的特别幸运，我们当天订，当天就可以让我们去取手机。只不过是因为咱们那天有点别的事儿，对，所以正好约了今天来拿新的手机，看看。据说法国的 iPhone 13质量是最好的，希望我们这次不要翻车。姐姐已经做好了和她旧手机告别的准备了。好伤感啊，这么一说。今天早上给我看新闻，好像苹果又要被欧盟罚2000亿了。为啥？就是反正还是 NFC 的一个什么技术专利反垄断的一个事儿，所以就要罚那个苹果2000个亿。说罚就罚吗？那肯定的呗。就说让他给他就给吗？那必须给呗，反正就是欧盟估计是苹果最恨的，然后法国就是欧盟里苹果最最最最恨的国家。啊，香街的苹果店啊，就在这个丽都旁边。这个丽都夜总会还是很有意思的，大家来法国不要错过。咱们是不是去过一次丽都？但是不是香街的，是另一家，是吗？那是风马。哦。来来来，这家香街的店不大呀。哎，怎么没人排队啊？哇。哎，姐姐，你看这个，三款这个装饰。这是金的、蓝的，还有那个。这是我的蓝色。对。好看。阿尔卑斯蓝，翻译中文叫远峰蓝。好看，好看。走走走，去提货吧。走来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 mini， 跟我这个 iPhone 8一样，比我 iPhone 8还小一点，特别好这个尺寸。mini 我感觉用起来最舒服了。原来正好赶上人家订了很久来换个颜色，然后那换的颜色被咱们订上了。要不然其实在法国也是基本上拿不到现货的，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过生日买这个有加成呢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他说今年他目前还没有碰到这个有 bug 或者是质量问题的退货，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了的话有14天时间可以来退，所以我们买回去再开箱吧，检查一下。赛博 Maxi， 我说 Maxi， 好吧，你要不要看看别的东西啊？看看手机壳吧。手机壳，你肯定没你买那个好看。对，它没有我那个 Minion， 就我那是很可爱的。你看咱那买的那叫什么来的？迪士尼和那个限量版的那。我们好幸运，抢到一个人家的换货产品。对，但是还没开过。颜色，你看那个包装跟别的地儿的国家的不一样。是白的，不是黑的吗？我看人家美国开箱是黑的。只有法国，全球唯一的包装。为啥要这样？因为法国政府比较二呗。啊，法国政府比较愣，一定要求他送那个耳机。哦，那是他们的法律规定。对对对，一定要求送耳机。但这是钱包，那不就很容易掉吗？你可以试试，我觉得这个你买了放兜里肯定就掉了。那不可能，我才不要这个呢，我傻呀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买了这个人的朋友。这是 Paul， 这是 Paul Max。我觉得这个不重，不重，没有说的那么重，哥哥。还不重啊？不重。这还不重？你掂那个，你掂那个，你两个对比一下。哦，这还不沉、啊、轻很多。这还不沉啊？不沉，没有。这都能防身了。没有网上说的什么重的说不行，就拿不动了就。我觉得很沉啊。但是它的屏幕差很多吗？但是我拿不了，我的手已经算大的手了，但是我拿不了。你好多人买这个 Pro Max 是不想拿充电宝了，觉得它续航时间能长一点。但是像你这样的，或者咱们出去玩什么的，你再大它你也得拿充电宝。你与其都要配充电宝，那还不如拿个小手机，对吧？说一下想法吧。超开心啊，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就是。跟白来的一样，也不是说这种心情吧，因为我随意就点了一下要支付，结果就发现香街有一个，然后马上就选了。人家说早上还没有呢，中午刚好那个人订了这款了，但是想换颜色。要不然正常的话我是要等一个月的才能拿到，就等到11月初才能拿到。黄花菜都凉了。对，我就觉得我现在走在街上应该是最靓的仔。上面特别科技感，有没有？超级酷，这是那种60镜万花筒的效果。哇，